下面第九，或为刹利王妻子悉俱足，威势力自在，斯有诱绕他。有的人呢，由于诱绕佛塔的功德，因此成为刹帝利种星，做了国王。那么妻和子，就是老婆孩子，那么都具足。这个具足是说都非常好的意思。如果不然的话，世间人也有老婆孩子，那就没什么稀奇。你是一个国王，那么你的妻子和孩子当然比一般的人家的妻子孩子就更好，所以才叫具足。自己做了国王，当然有威势有力量，就能够获得自在。为什么能够当国王，能够有这样的威力，是因为曾经诱绕佛塔。所以凡是当国王的人，不管他当国王多少天，都一定有善根。如果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他不可能当国王。所以我们听经闻法的人，后世想当国王，现在快快的去绕佛绕塔。当然诵经念佛持咒吃素放生等等也都有功德，都要综合起来修行。下面第十，佛说或作婆罗门持戒善通达，咒术维陀典斯有诱绕他。当时在印度有四大种姓，第一种呢，种姓里边认为最高贵的就叫婆罗门。婆罗门种姓是掌管宗教的种姓，掌管宗教的大部分他们也都讲究修行，所以呢能够持戒。由于学习婆罗门教典能够持戒，学戒持戒能够通达种种的教典，比如说咒术，还有维陀经典，这是婆罗门的教典的名字。有的地方翻译作吠陀，能够生在婆罗门种姓的家里，从小就受到修行的影响，而且文化素养很高，通达各种宗教典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和今生能够诱绕佛塔。下面讲第十一种功德，或作大长者，富贵多财产，仓廪长丰足，斯有诱绕塔。有人呢绕塔，那么这一世做了大富长者。这个大长者啊，不是单单的指年岁大，而是有很富足的财产，有很好的名声，得到很多人的爱戴和拥护，所以仓库里边经常是满满的，可以做大布施。
由于布施，又能够感得种种的福报，所以仓库比原来呢更多，仓库里边的东西比原来更富足。这就是慧修行啊，越布施越供养越多，越小气越贪心，越舍不得供养布施越少。你这一世把这些财富都用到你自己身上，悭贪不肯布施，来世一定穷苦。你如果肯布施，等于把你的钱财存在了一个无形的银行当中，来世呢又获大富大贵啊！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，拿一点点钱呢要哆嗦老半天呢，这个票子点来点去舍不得往外撑呢，啊，这个需要在逐渐修行的过程当中慢慢增长善根，懂得这些道理以后，将来可能就不哆嗦了，就会做大布施，越布施越富有，逐渐的你就成为大富长者，以后再布施就越来越慷慨。下面是第十二种功德，或作正法王，自在王阎浮，率土先规划，次有右绕他。或者能够做宣说正法的法王，在阎浮提作王，教化人民，然后能够让自己国土上所有的臣民都来皈依三宝，学习佛法。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？因为右绕佛塔。下面再看第十三种功德，或为聚其宝，大事转轮王，十善欲群生，似有右绕他。或者具足七宝，作有大势力的转轮王，用十善来调御群生，使他们能够受三规，持五戒，行十善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吉祥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现在能够右绕佛塔。前面说的是做国王，这里说的是做转轮王。转轮王是什么？就是很多小国合起来的大国的国王。或者呢，不只是一个地区，而是很广大的地区的大国王。或者是一个大部洲的全权统治者，或者是几个部洲的全权统治者。所以呢，这个轮王啊，据说有啊金银铜铁啊四种不同。总而言之，他不是一个小国家的国王。下面第十四种功德，从此升天上，常有大威德，敬信与佛法，思有右绕他。如果在人间命中之后，将会升到天上，由于右绕佛塔功德增上，
升到天上去了，在天上啊也是常常具有大威德，能够对佛法敬信，相信佛法，修行佛法，使修学的功德能够增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对佛法有具足的敬信，清净的信。下面佛又说，敬信速成矣，于法无迷惑，见诸行皆空，似有又绕塔。这是第十五种功德。由于净信的成就，所以对于佛法将会没有任何的疑惑。净信的标准就是对佛法没有疑惑。证到了小圣的须陀洹，他其中有一种功德，那就是证得了四正净，对佛有不坏的心，对法有不坏的心，对僧有不坏的心，对戒有不坏的心，这就是四种清净的心。由于有这净信，所以对于佛所说法没有迷惑，能够见诸行皆空。因为须陀洹已经证入见道，所以能够见到诸行皆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诱绕佛塔。下面是第十六种功德，从天上舍命下生于人中，入胎不迷乱，似有又绕塔。证得了须陀洹以后，人天七次往返必证阿罗汉，在人间完了以后一定是上天。当然这不是必然的，因为有人如果特别的勇猛精进，有殊胜的善因缘，可能此一生证到须陀洹以后，然后能够不断的继续证到斯陀含、阿那含，然后证得阿罗汉，一生当中就可以完成。是说哪怕最懒惰、最懈怠、最不精进的须陀洹，最多也只有七次人天往返就必定证阿罗汉。上了天以后，在天上命中，然后再下生人间。下生人间以后，入胎不迷乱。这个须陀洹的人，他再一次来到人间，哪怕人间没有佛法，他都不会犯戒。没有人教他，他也自然的会修行。因此呢，证得了小圣的须陀洹，在小圣里边叫见道，而且是不退转。大圣的菩萨能够入胎、住胎、出胎都正知正觉，这个更加殊胜。如果是大菩萨在胎中，甚至也能够广作佛事，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等觉菩萨，下生人间以后在胎中就能够开大法会，转大法轮。我们再看第十七种功德，在于母胎中垢秽所不染，如净摩尼珠，似有又绕塔。
菩萨在母胎中，任何的垢秽不能够有任何的染污，自己清净就像摩尼宝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诱绕佛塔，逐渐的功德增进，能够达到这样殊胜的层次。看第八种、第十八种功德，在胎即生时，令母常安乐，淫辱亦复然，斯有诱绕他。我们前边讲过，佛说转女身经，其中有无垢光女菩萨，她在母胎的时候，妈妈一直感觉到非常的清净，经常梦到佛为她讲法，而且有大众围绕佛听法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在胎位以及出生以后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妈妈一直都常常的安乐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到了出生以后饮母乳，逐渐的长大也是这样的，这是妈妈呢跟这个孩子有姻缘，所以呢就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。为什么呢？由于过去诱绕佛塔。下面是第十九种功德，父母及亲戚一切共居养，如母常不离，似有诱绕他。这位菩萨他的父母以及亲戚大家都很喜欢他，都共同来抚养他，乃至于有很好的乳母也常常照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由于过去诱绕佛塔。下面看第二十种功德，眷属皆爱念，超过于父母，资财自增长，斯有诱绕他。周围所有的眷属对于他的爱戴，甚至啊超过了父母。资财不断的自然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诱绕佛塔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种功德，夜叉诸恶鬼不能暂经步，所需自然得，斯有诱绕他。夜叉是鬼的一种，还有其他种种的凶恶的鬼神，他们对于这个孩子不可能有哪怕短暂的惊吓，不能给他恐怖，想要什么这些所需呢自然就会到来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功德？由于过去能够诱绕佛塔，这个鬼啊有太多不同的种类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好的，一种是不好的。就像我们人呢可以分作好人和坏人两大类，鬼也是如此。这个不好的鬼呢他会害人的，好的鬼呢他是保护人的。好比护法神，他们曾经在佛面前发过誓啊，只要有人修行，哪怕有微小的善行，他们就拥护，他们就护持，不让其他不好的恶鬼呢来伤害这些修行人。
另外有的鬼神呢很有本事，是有福报的鬼，他们会给你很多的所需，你要什么他就会想办法。如果这个人曾经诱绕佛塔，那么逐渐的生生世世福报增长，到时候呢就会不缺任何的东西，只要想要就会来。我也听过这样的事情，有人给我介绍说他生命当中经常有这种事情，只要是需要了，脑子里面想过起过念头，过了不久就来了，不用自己去亲自劳作，不用费那么大力气。他有时候说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往昔诱绕佛塔，所以你会有这样的福报。第二十二种功德，精于百千劫，其身转清净，妙色相成满，似有诱绕塔。从你一开始第一次绕塔，到后来不断的修行，经过百千万劫，自己的身体辗转越来越清净，相貌呢越来越圆满。我们看有些人呢，那个长相就很好，有些人呢长相不好，这个长相和修行啊有直接的关系。长得好的人往昔一定有修行，如果不修行，相貌不可能庄严。所以呢相貌好的人呢不要骄傲自满呢、啊、你过去本来就是修行人，你这一世如果不修行的话，你会变的，下一世你的相貌就没有这么好了，而且不要等到下一世，这一世你的相貌可能也会转变的。相随心生啊，有的人长得很漂亮，说起话来恶狠狠的，发出那个心呢也不太好啊，这个你要小心了。嗯，我们看到有些人虽然已经老了，面目啊皱纹很多，可是仍然慈眉善目，很受看的、啊、如果能够逐渐的越来越好，那么这个人肯定是由于过去诱绕佛塔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三种功德，净眼修且广，犹如青莲花，兼得净天眼，似有诱绕塔。由于不断的有净心修净行，那么逐渐就获得了净眼，清净眼目，不断的修行，而且修广大行，扩大修行，就像青莲花一样。这个青莲花呢，这里是描绘啊得到那个眼睛那个颜色啊，眼睛的颜色呢非常好，眼睛又长得好，但是眼睛放的光那个也非常好，像青莲花一样，而且可能兼得净天眼，清净的天眼。天人的眼睛肯定是天眼，但是在人中也可以修得天眼。天眼是什么意思呢？看东西没有障碍。山那边有什么情况也能够看见，我们平常人不行，盖一张纸就看不到了。天眼好了的话，能够看到别的世界，没有障碍。像佛弟子当中有天眼第一，
看三千大千世界，像看手中一个安摩罗果一样，想怎么看怎么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对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验啊，你很难相信的，怎么会有这种好事？当时阿那律呢，听佛说法，经常昏昏欲睡，有的时候真的睡着了，所以佛就呵斥他，你不可以这样，我佛讲法你都敢睡觉，以后怎么得了啊？你以后你会做蛇，一睡就一千年。阿那律陀发了誓，发了愿，以后不睡。可是一个星期呢，就把眼睛熬瞎了。佛又可怜他，介绍他一个光明三昧，让他去修行，然后他证得了天眼，肉眼虽然坏了，天眼通，所以仍然看东西什么都看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功德呢？往昔曾经又绕佛塔，好，我们这一讲就先到这里，下面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回向。愿以修学经典殊胜功德，回向一切听经闻法的同修，都能够经常又绕佛塔，广种善根，享有种种殊胜的福报，皈依三宝，受持境界，正得出果须陀洹，乃至明心见性，早日成佛，广度有情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